那这样吧，我帮你呢把猫赶走，你呢乖乖去打针，二选一，怎么样？哎呀，魏总可真会选地方，也不怕晒的呀。是你啊，手机不是还你了吗？嗯，所以我来找你了呀，还欠你一句谢谢，总不能就这样走掉吧？不必了，欠我的人多了去了，不差你这么一个公鸭嗓的丫头。我嗓子哑是因为我感冒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故意想把我气走，就跟那些护士一样。我说你眼睛想不就好了？与你无关。眼睛看不见了还走这么快？这条路我摸得比你熟。哎，这里是医院，你逞强给谁看呢？有本事别生病啊。你我什么我？我一伤风感冒还配合打针呢，你输个液怎么了？少啰嗦，反正我不去。喂，前面有。一时没拉住。不是说不用人帮吗？怎么拉这么紧啊？喂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粉丝啊？得了吧，我可没你这么怂的偶像。那这样吧，我帮你呢把猫赶走，你呢乖乖去打针，二选一，怎么样？一定要选啊！喂，你赢了，我选 A。 哎呀，这就对了，以后呢你要是再想逃走，我就在你病房门口堆满猫薄荷，保证全医院的猫都往你那儿跑。你走吧，偶像。以后呢，我就是你的助行器，请大方使用，不用客气。你，我，怎么了？你这么闲，是不是没有男朋友啊？